多的努力啊，包括高铁局哦，这个像朱旭局长等等，那这个一个国家建设的完成哈，那么特别是这个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建设，如果大家看到哈，你们从那个看到林口台地上坡跟下坡段，哦，那施工真的是有难度。那4.9%哦，那大众捷运法的规范是5%。那我们也看到像机场端哈，我们都是在机场地下来作业，那所以这个施工的时候有很多辛苦。那我们也有把施工阶段的影片哈，这个铺上去哦，感谢所有的高铁工程局啊，捷工处的所有的员工伙伴，还有负责协力施作的各个厂商。那这个成功背后是要有这个多年的付出哦。那营运阶段要经过测试哦，改善期哦，那么长达2年的测试改善期，那也能够一个一个通过标准，好，包括那个第三方的验证机构安全营运的验证啊，也包括稳定性测试啊，也包括初勘旅勘啊，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。那接着就是营运，好，桃捷公司接棒，所以今天看到的那个高铁局的伙伴都是很灿烂的笑容。然后桃捷公司的伙伴呢是这个戒慎恐惧兢兢业业啊，但都很高兴。好，今年哦最大的礼物就是机捷通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谢谢我们新建好跟营运阶段的所有的伙伴，那我们也为高铁工程局哦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那谢谢大家。那今天我们有送一些福袋给大家哈，象征性的先，好，朱局长，各位长官一起来进行大合照。那我们以我们的航班资讯显示器。